我觉得奥特曼的影视欺骗小孩子相信光，还含有不良情节，强烈要求禁掉。什么？我家孩子整天沉迷于小说、音乐、杂志，强烈要求禁掉。有教科书和辅导书就够了。就是，音乐有古诗词朗读就够了。我不同意，孩子的成长不能只是学习，还要全方面发展。你不同意，那你利用孩子未来不择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叫各位人类代表来，主要是为了孩子。为了地球的未来，既然大家都赞同，那我们即日起禁止刚才所说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能有电视这东西呢？我孩子因为看电视都近视了。对，还有手机、电脑，这些都太影响孩子的成长，强烈要求禁掉。不是，我不懂。这世界上怎么会允许汽车出现呢？这也太危险了，孩子交通安全了。还有火车，还有飞机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，掉下来打到我家孩子怎么办？最近我孩子老是到大厦楼顶玩，这高楼大厦太危险了，强烈要求禁掉。现在刀具的存在也太危害孩子安全了，强烈要求禁掉。对，还有打火机、砖头、铁器。各位家长，现在的环境对孩子成长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有，现在的环境，孩子生下来就是吃苦。就是这样的世界，